各位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新闻频道。今天的新闻报道以下的内容。提及胶原蛋白，相信女性朋友都知道胶原蛋白的重要性。当女性过了25岁之后，体内的胶原蛋白就会逐渐流失，因而脸部肌肤就特别容易出现皱纹，严重影响美观。所以说，及体内补充胶原蛋白还是很有必要的。以下六种食物富含胶原蛋白，女性不容错过。一、桃胶有很好的清血降脂、缓解压力，其中的植物胶原有抗皱嫩肤的功效，每天吃一点可以让皮肤越来越好。桃胶中的有效成分能够减少人体皮肤的皱纹，并使皮肤保持水嫩和有光泽。二、百合女性保养卵巢是很重要的，百合自身的药用价值就十分的高，不仅可以滋阴养颜，还可以很好的双向调节卵巢内分泌。制成百合干后，女性常吃是能够双向调节内分泌，缓解衰老。三、雪燕它可以帮助皮肤保湿，补充相应的胶原蛋白，让皮肤更好，并且还能帮助掉内分泌，让女性远离尴尬妇科疾病。雪燕在水中完全泡开后，会变成条状晶莹剔透如燕窝一般的细丝。炖好的雪燕是没有味道的，可以加点糖或者牛奶、优酪乳等都可以。皂角米含有丰富的营养，经常食用它可以帮助肌肤美白更水润，平时还可以当代餐。皂角米被称之为植物燕窝，颗粒饱满晶莹剔透，香糯可口，细腻 Q 弹，经期常吃它易吃出好皮肤。五、银耳特别适合女性食用的一种食材。银耳是种含膳食纤维的减肥食品，膳食纤维可助胃肠蠕动，减少脂肪吸收，还具有很好的减肥效果。长期食用银耳可以润肤，并有驱除脸部黄褐斑、雀斑的功效，不过注意烹调的时候少放糖。六、红枣一日三枣，一生不老。红枣除了补血气以外，对皮肤亦大有裨益。实验表明，长期服用红枣水的女性可以增多体内维生素含量，从而达到养颜排毒效果。这六种养颜食物，爱美女性千万不能错过。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，祝大家一天平安，开心，别忘了点关注，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。